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欢迎收看木鱼的迷你世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一张粉丝自制的地图，叫做木鱼问答题。咱们先来看一下后面的告示牌。木鱼，我看你的视频已经有将近一年了，感谢你让我看到了这么精彩的视频，爱你哦鱼。本图一共有15题，都是关于木鱼的，看过木鱼的视频一定会知道的，太简单了。对于木鱼来说，就是吃饭一样简单。下面开始吧，有关于我做过的系列肯定啊。第一题，咱们看一下木鱼出过的几季驯龙高手，2季。第二题，木鱼的基友是谁？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黑吉呀。啥的黑，快 TP 我！等他 TP 过来，我就一脚把他踹下虚空。木鱼的，你做我玩迷你世界是和谁一起玩的？这边选项只有小铃铛，那就是小铃铛。如果有小强的话，应该是小强吧，因为我跟小强撸的比较多。木鱼的第二季驯龙高手在几几年出的？2018年。很遗憾，这个系列我已经弃坑了，在此要跟小伙伴们说声抱歉啊。木鱼的迷你号是多少？以及名字61705490，咬一口甜甜的呀。好了，下一题，谁帅？毋需质疑的肯定是木鱼帅啦，臭不要脸，我就不要脸。第7题，题外话，作者的迷你号是多少？忘了就看纸条吧，好吧，我还是看纸条吧，4487138，这个。下一题呢？木鱼世界，不对，迷你世界搞笑小话剧的小名是谁？肯定是我自己啦。木鱼迷你世界用的是什么装扮？于小乐。这题是什么？木鱼神奇宝贝 Mega 选的是什么神奇宝贝？初始神奇宝贝的话是这个闪光的小火龙。然后第11题，有多少人支持木鱼？赞赏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是最多的吧？哎，居然被我蒙对了。再看一下这道题，12题，在《驯龙高手》第二季中，木鱼给他的五届火龙起的什么名字？钻石王老五。快完了。第13道题，木鱼在我的世界中的名字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木鱼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符号是叫什么来着？不管了。第14题，为什么木鱼要做视频？这个问题我之前在那个我的世界你做我玩里面是有说过，这个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木鱼生活大冒险第5季中被壁咚了吗？我记得我是被一个守卫妹子给壁咚了。没了吧？七亿不倒，陪鱼到老，然后结束了。感谢木鱼一直陪伴我们，出去看看大彩蛋，爬上去。唱着歌一直找，木鱼13145520，等等，猝不及防的被表白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很想问，很想问一下，给我做这张地图的小粉，你是男是女啊？是男的就算了，我不搞基的。好了，那咱们这期的视频就暂时先到这里吧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别忘了去那个热点里面给我的视频点赞哟，爱你们哟，拜拜。